你呢？欢迎石小芳，石小芳姐姐，你在哪呢？啊，美女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欢迎哥姐们帮忙点赞，欢迎我小甜甜姐姐。欢迎飞黄腾达哥，欢迎我小花姐姐，欢迎我兄弟啊！晚上好，小花姐姐，下午好。干啥呢，小花姐？这出去玩去，打麻将去了吗？还是干啥呢？欢迎棉花糖姐姐，花姐，过两天我上龙口吧，花姐。后来让龙哥找你，门前是不是有个工厂啊？有工厂，有好几个工厂呢，不止一个。谢谢我花姐的大灯牌，欢迎青春的风，谢谢花姐，花姐，谢谢我花姐的棒棒糖，谢谢我姐的棒棒糖，真甜姐，姐你最近咋升级了呢？升到27级了。这么快呢？这升级老快了啊！我嗓子这两天哑了，嗓子疼，老疼了，不得劲儿。后面的哥姐们帮忙点点红心吧，没点关注的给我点个关注。谢我花姐，花姐升级可快了，点点红心不迷路，蝈蝈带你农村回家住。行不？这两年大吉生意好，干大吉生意好，一般般。不挣钱，欢迎七三九姐。下午好，姐。小花姐，你要不你来找我，我请你吃苹果。来我家买菜，买肉。我这两天想添加个内容，阿军哥。但是，赶大集直播内容想添加个东西，学个设备得学600块钱。我在考虑呢，没有钱买。上你家买菜买肉，你给我便宜吧。我给你打8折，行吗，花姐？便宜，不光便宜，我还送你菜，还要了5万块钱便宜。排骨给你算16。肉给你算12，行不？青菜不要钱，你再弄个百吉的你回家吃，便宜一点点赞。伐木。面包卖给你7块钱，你我天哪！苹果2块，亏本亏本又转咬我，咋不亏本啊？林姐肯定亏本，反上了。卖的都值，对吧？哎，沐风，
半天一公里。6块起摸板吧，12块猛力。我这吹甜吹甜的2块，能行不？6块7块8块的吧，还价和万里一样。还水果哥，嗓子疼，卖便宜。欢迎我师姐，那后边请再卖一批，卖你不要钱。我山寨米粒，帮我。水果哥几个生意单上啊？我来卖3块平常钱。平常钱按个数3块钱一斤。几个豆几百味啊？500味，那还管？欢迎我神经姐姐，我鸡我坐着一毛钱没卖嘞。笑神经姐，这两天生意不好，一毛钱没卖。谁来给我发个誓？姐。3个小时的没卖一毛钱，就想弄这，跟谁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，装不进来玩，还光装下玩。哎，卖东西难死，难接。我看看。我想买个设备都买不成，不把雷达，人一毛钱没卖，我坐在三小时了，一毛钱没卖，我语言我坐这儿，还彼此讲啊，俺们那经理都在那便宜。两天人少，上咱家来。我想增加个直播内容，需个设备600块钱嘞。我刚才坐了8大2小时，没舍得买。来姐，真，我8大2小时没舍得买个设备，600块钱，愁死我了。打印照片机加照相机机600，我扒拉2、3小时没舍得买，一点好一点不好。嗯，对，打印机对加相片值600多，小米的没舍得买，来接看2个小时。你有吗，哥？
要不你先叫肉肉吧。欢迎我海花一生姐，欢迎百姓。多大了呀，是吧？你先借我实实去求，我不买了，不花那300块钱了。多大了？你是那个口袋里边，小里边？我呀，跑出门了，给拿，我连运费的时候，我跑那远。